退休。接下来问题是，你这么大的儿子，经常该怎么罚？我觉得他们各种的，可能我做工作因为时间啊，没有选择好，他们今天会启动这个开罚的程序。第九分钟，劳动部呼吁复兴航空要妥善照料员工，知情善后。证明航空业震撼弹也再次考验行政团队，好了，有没有上紧八条？我们询问。